早晨的正确打开方式，你早起化妆，我早起给你做早餐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黄金吐司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按顺序抹上花生酱，挤上沙拉酱，放上火腿片，依次叠起来，打两个鸡蛋，均匀的刷在吐司上。芝士就是力量，不仅要有芝士片，还要有芝士粉、芝士碎。放进烤箱170度10分钟，火腿的咸鲜和芝士的奶香完美的融合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